佩奇的妈妈来了吗？老师，我是佩奇的爸爸。佩奇今天在幼儿园表现得很好，学会了自己动手吃饭，奖励他一个布娃娃。佩奇，你是爸爸的骄傲，爸爸为你高兴。这个星期天，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。瑞贝卡的妈妈来了吗？老师，我是瑞贝卡的爸爸。瑞贝卡在幼儿园表现得不错，学会了自己穿衣服，奖励他一个小书包。瑞贝卡，你是爸爸的骄傲，爸爸相信你是最棒的。走，爸爸带你去买汉堡。哇塞！小灰灰的妈妈来了吗？老师，我来了。小灰灰今天表现得很棒，帮助老师把教室的玩具都收拾干净了，奖励他一个小足球。小灰灰，你真棒，妈妈为你感到骄傲。走，妈妈给你买冰激凌去。Oh yeah！ 老师，我是小鬼的妈妈，我家小鬼今天表现得好吗？小鬼把学校刚种好的花给拔掉了，罚款50元。妈妈，我也想要小足球。还想要小足球？看我回家不打你。